请出的嘉宾咧非常厉害，我都话咗今天在台上面系星光熠熠噶啦。咁佢咧其实咧大家咧平时食饭嘅时候咧应该都会见到佢噶，唔系坐喺你隔篱，不过系喺个电视机入边。大家有冇睇我回家啊？有啦，一起捞饭吃噶嘛。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佢嘅演出噶，系呢排。咁另一方面咧，佢亦都其实系一位非常之唱得嘅歌手嚟噶。咁呢一位睇得就唔再讲啦，非常之睇得。又演得，亦都非常之唱得嘅呢位朋友，我哋俾啲掌声欢迎佢出嚟啦，好唔好啊？有请细龙生郑世豪 Hoffman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多谢晒大家，多谢晒大家今日嚟到支持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哋。Hello。想借助一件事，其實咧，即係好開心咧，自己即係唱咗咁耐歌咧，我未試過嘅，想做一樣嘢，對唔住啊，可唔可以借助少少做自己少少私人嘢？因為咧呢一個私人嘢真係好想做，因為咧其實咧今日咧係我都冇講咩嘅，我媽咪生日啊，係啊，佢農曆正日生日啦，係啊，咁啊本身今日咧就話，哎呀媽，下個禮拜正日誒，你農曆生日咧就翻屋企食飯啦，係啊，我買咗你飛嚟支持你，支持一班音樂人咧咁樣。是啦，我媽媽坐咗喺邊啊？媽咪坐咗喺邊啊？媽咪坐咗喺邊啊？過咗忘咗啊！媽咪呢度，哦唔係呢個我阿姨嚟嘅，係啊。媽媽 ，I love you， 多謝媽咪，係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r mommy， Happy birthday。第一次，多謝大家俾個機會我喺個台上邊，射佢幾廿萬打，多謝。好，冇俾佢停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跟住落嚟，即係正如